哦，头里痛，哎，哎，头里痛，哎。头里疼啊！我看到一个地方有光线，满天空当中有光线，满天空当中有地方啊，由下而上有光线，射向天空啊，那个出去的就偏振光，偏振光是带着信号的啊，带着信号的，带着非常密集的数据在上面。也就是这都通信指示哇，然后从宇宙中心再联系，宇宙中心联系，宇宙中心控制的100多个，到200个，设施也就是说，就是出动的那个，飞碟。一两百个一两百个飞碟，已经进驻到核电厂了，已经进驻到核电厂了，在进驻到核电厂停在那边，有的核电厂，起的飞碟不止一个多个，因为它有多个发电机组在那边进口，然后每个都是数据报告到。报告到中心然后呢，在避风港呢，在原地就观察每天，他们的活动，当然也有那个智能生物帮了一起，一起在学习操作比如那个，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智能生物猴子为什么智能生物猴子在那边呢？就每天在观察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活动的以后要操作的然后呢，现在的问题呢，要怎么让核电厂的人员离开然后契合的是人员离开人员离开呢，这个暂时应该还有点难度吧还有点难度。这个因为暂时还没有彻底规划好怎么让人离开？怎么让人离开？也许呢，来制造的地震这个地震只是地板震地板人站在脚下在滑实际没地震让人家造成一种地震的触觉以后，让人离开核电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感觉水被淹了水淹，这个水淹不是真的水淹是类似那个叫冻化，冻化是这样的，水淹，然后呢让人家离开让人家离开反正就是说有另外的技术让人离开然后就把那个让那个飞碟，把那个核电厂的设备移到飞碟上。当然了，人在上面的话，他往上移也不要紧也不要紧。移的时候，抬起来的时候，反正人家有感觉的是会离开会离开的时候，让他们我们再想办法离开这个具体就不想了，反正呢，外星人想好。这些方案都想好了也就是那句话，要把它挪到那个，挪到飞碟上这个交接的过程已经都规划好了，部署好了只等待着那个其他一些辅助的工作做完以后就开始了现在模啊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还在走得差不多了决战的时刻要到了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再见，再见。